合影留念的过程中，突然就发生了刺杀汪精卫的事件。枪声一响，所有的国民党代表都一哄而散，有些都是慌不择路，一头就撞在了墙上。等情势稍微稳定之后，一群保安就在旁边的厕所里发现了一个人，就问他，你是谁？你来干什么？这个人说，我在上厕所。那上厕所你为什么坐在地上？这个人说，当时枪声一响，我一害怕就瘫坐在地上。那么你的会议证呢？你的代表证呢？你的党证呢？这个人说，枪声一响，他害怕，他把党证代表证都扔到厕所里去了。这是几乎在一个历史阶段在两党内发生的事情，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最艰难的时期。那么另一个场景却是在国民党最高光的时刻，但是再高光的时刻也掩盖不了一个政党党魂的丧失。所以当事人后来回忆说，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这个党必定会被历史淘汰，而长征却以一次理想信念的远征而载入史册。